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嘉义县政府甲嘉义秀泰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华特迪士尼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财团法人联发电器研究发展教育基金会合办的县长的新年贺礼一场体验购系列活动，邀请嘉义县大约1200位的师生做伙看电影，期盼和特教的学生体验生活经验。县长王正良今仔日也特别到场关心，伊分享县府致力融合教育推动，固定举办各中小特奥链球锦标赛以及学前综合运动会。自去年度牵手秀台影城，和特殊教育的学生会当有更济社会适应，开始影城甲商场的参访，为去年囡仔的性行回应当中进一步了解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感谢家长甲教师的支持响应。我们教育处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那实际上最常安排的活动在这个就是看电影，那很多好的片子，那或者是赞助单位大家共同协助。所以我们就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啊，在最好的影音设备里面，那其实可以观赏一些影片。那小孩子实际上啊，应该多出来走一走。那多出来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啊团体的啊活动哦。那通过电影的很多叙述，跟很多的一些啊想法，实际上跟小朋友的脑袋是可以做的一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所以我认为看电影本身呢 实际上对很多。自己眼界的这个开放想象力的提升都会有帮助。那我们这次跟这些这么多国小很多特教班的学生，然后让他们一起来看电影大家都很高兴。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观赏行动里面，然后能够让他们的这个童年有更多的快乐跟更多的回忆，那也让他们脑袋有更多的想象力。今年参加的学生人数更是超过预期。安管长指出，在筹措经费支援的过程当中，感谢财团法人联发电器研究发展教育基金会加入，让更多学生会当体验影城甲商场内服务业的工作性质甲特色，让其他会当用了解相似，进而伫未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再惊惊甲人相处，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新新闻就来是嘉义县蔡宏报。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